么不一起练球啊？哎呦，在这种小球队里怎么练也没用啦。但是比赛快到了耶。哼，那种小比赛我才看不上呢。我的目标是 NBA， 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 NBA 最伟大的球星。所以你不满意现状了？没错，他们都太逊了啦。你啊，这就像一个眼睛只顾着眺望远方，却不注意脚下步伐的登山者。这样是很容易跌落山底的。每场比赛都尽力演出，才是造就伟大巨星的唯一途径。